八，日军侵占东北三省，眼见国土沦陷，百姓遭殃。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，李玉桓一家离开广州时修书院，秘密迁往香港。李玉桓在香港设立书院教学，成为抗日交通员。
系啊，曾叔叔佢哋嚟咗啦。哦，林生同志，你好。你好啊。请坐。坐，阿妈，阿妈。阿妈，我想同埋啲工友去陕北读书，绝对唔系贪玩。你想读书都唔使去更远，知否陕北离香港远隔万水千山啊！阿妈，你就有所不知啦。听讲嗰度唔系一般嘅学堂，系共产党专门开办噶。嘅都系革命啲道理，我要做个精忠报国嘅热血儿郎。好，有志气。阿妈，你应承我啦。阿妈支持你。你应承我啦。应承啊！
夫人，夫人，阿 爸，曾生同志。哦，啊，曾生同志。哦，门外发现有人跟踪啊！哦，看来敌人已经怀疑私属呢个联络点，家情况紧急，根据我哋之前嘅部署，各功能部署继续留喺香港筹集抗日经费，仲有二青年参加抗日救国，抵制日货。知道，刘少同志，你立即带领遍地无穷威扬青年会嘅青年奔赴延安。李淑云同志，你立即带齐部队跟随我撤回东莞大岭山。淑云，你带住一大班细路，不如就将个遣税留低俾我啦。福林，咁都好嘅，一嚟可以有个照应，二嚟可以互相掩护啊。显成，你偏安国难，我就将佢交俾你啦。你要时刻谨记，好好学习，英勇杀敌。我知道啦，妈。好，而家时间紧迫，大家分头准备。正在练兵，好，好威风，好面猛啊！原来仲有两个塞豆窿啊！报告，我哋唔系塞豆窿，我哋系小游击队员。游击队员，嗯，好，咁过嚟问下你先吓，嚟。你叫做乜嘢名？边度系你家乡？我叫做郭显义，家乡我都唔知点样讲。为从来都冇固定，依家住喺大埔，就系大岭山下嘅大塘村。你知否？都仲未够年龄，不能参军打仗。梗系唔系啦！你咪见我仲系个娃娃相，我阿哥同埋家姐都去晒打仗，我经已23岁，是个男儿郎，我要报名参加抗日嘅游击嘅队，要将我嘅红缨枪3万大枪。
收機率，你哋未夠年齡啊，仲係先回家喎。還劇透，劇透，哎呀，劇透，快説你究竟邊定案啊？你邊？我要同显儿哥一起参加游击队。嘿，石头，你是我唯一的乖孙，我不可以给你离开我的，快点跟阿爷回去，快点快点快点。王政委和慰问团到，慰问团到啦，慰问团到啦，张大婶，你好啊。把兵多
队长，你就俾佢去啦。我今次到嚟啊，一嚟系慰问啲抗日好汉，二嚟我要报名参加游击队。吓、啊？你唔记得咗？我仲有两个仔噶嘛，等佢哋长大，随时把阵上。你呀、啊，真系一个革命嘅好妈妈。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好消息啊！乜嘢好消息啊？香港嘅留克仔炸毁咗启德机场，真系大快人心，大快人心啊！哎呀，好啊，真系大快人心啊！留克仔真爽，智勇连兵，好得打当，神枪威猛，人散火，吓得人嚟打惊我，紧跟共产党，只能在远方。哎呀，同志们啊！共产党已经建立了全民抗日统一战线，我相信我们维保抗日游击队有千万个留克仔，一定要大家齐心合力将萝卜头赶回老家。哦，你是郭妈？你是？我是刘孙啊。刘孙同志你好。你好，终于都找到你了。显成他们怎么样？显成点啊？显城是八路军的好战士，当日日军轰炸延安，显城同志他为了掩护总部撤退牺牲了。啊？让他做抗日
鬼手枪队，立即跟随刘孙同志平山王。哎呀哎呀爷啊，你就俾我同埋显儿哥哥一齐参加游击队啦。阿爷啊，你俾我去参加啦，爷。好啦，阿曾队长，你就俾石头和显儿一起去当游击队。石头爷爷，你舍得？阿国妈的全家人都去了当游击队，我仲有乜唔舍得？石头当游击队，好多谢你啊，石头爷爷。石头，显儿。Yeah.
好啊？几好？你嗱，我哋啱啱打多两只山鸡，大家都话要攞一只翻嚟同俾你分享啊！哎呀，逼住啦，邓先生啊！Yeah.
共产党。共产党，若果唔甘心做亡国奴，就要齐心把敌抗。只有参加革命，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者赶翻去东洋。学长啊，不如你留翻喺度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啦！太好啦，太好啦！好就系好，只不过点啊？唉，玉环师妹，咩？我首先多谢啊你收留我，将我啊帮。不过我由啊细到大，连血我都唔敢啊望。一讲到教啊书，我先熟啊行，其他我唔敢多啊想啊。若果你啊地想填啊先，我向后面啊帮你装啊香啊啊啊！想嗱，你哋去打仗，我烧多几支香。好有你哋长长声张，天地唔好叫我去舞刀弄枪又唔得嘅。粒子啊弹飞来，砰声条命啊即系丧啊！因为我个啊女，佢仲啊细，我要照顾佢在身啊旁啊啊啊旁。
立即把路看，显儿带领尖刀班已到达村东啊！可儿，可儿接近村头，却是渺无声啊！在荔枝园内架起机关枪，我派人捉咗个舌头，竟然闻名实过，系乜嘢情况？系咁嘅，曾大队长，佢哋本应去大径村。他们留低作监视，还说大队人马一到就血洗村庄。原来这班萝卜头好像盲头乌蝇乱动作。
我哋正好把握机会，在百花当前战一场。曾队长，黄正伟。哦，同同志。百花洞村、大沙乡同埋大塘村嘅自卫队都要求参加战斗。佢哋。曾队长，我哋虽然冇枪，但系我哋可以迷惑敌人，双炮掌。我哋仲有竹篙、镰刀同锄头。好啊，有乡亲们嘅支持，今晚我哋一定能够把敌冲爆。报告队长，喺后街据点嘅萝卜头已经到咗山腰啦。嚟得好啊！带领尖刀班先到黎思源把战斗打响。政委啊，你带领民兵守住各村后，我带三中队抢占对面山岗。
有學人上前線打蘿蔔頭添。咁又點同課？人哋正喺度諗飯。諗緊乜嘢？諗緊。哦，我知啦，你一定喺度諗緊。你知乜嘢啊？你諗緊顯而我喺邊處打仗啊？諗緊顯而我衝鋒最先上啊！諗我難咗幾多功，繳獲咗幾廿挺機關槍。又俾你諗中咗一半啦！子科，嚇！我話個好消息俾你聽。乜嘢好消息啊？我哋尖刀班。已改为尖刀队，我啊做咗队长啦！太好啦，显儿哥你好叻啊！使乜讲？不过乜嘢啊？显儿哥啊！前线英勇杀敌，记得有我
我先入屋见阿妈，然后仲要把路诶。阿妈，阿妈，哎呀，轩儿，你翻嚟啦？系阿妈，我有任务路过呢度，所以翻嚟探望啊。乖啦，国妈，轩儿哥佢好叻啊，佢做咗尖刀队嘅队长啊。我个仔就系有志气。今日风和日丽，你两个快啲入去扶啲伤员出嚟晒下太阳。好，快啲去。报告队长，我伤已好，几时可以翻部队啊？系啊，我哋随时可以翻部队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同志们啊，你哋唔好心急，仗一定有得俾你哋打嘅。但系你哋起码都要养翻肥十零斤，唔系咧唔使谂啦，系咪？阿妈讲得啱啦，云长，家姐，阿妈，你翻咗嚟啦？系啊，系咧，家姐，细佬，你唔系话去咗扩大学习咩？哦，我啱啱系扩大毕业，组织安排我翻嚟担任东莞抗疫救亡会会长啊！哎呀，咁真系太好啦！以后我哋一家人又可以并肩战斗啦。阿妈、家姐、子芳，我有任务在身，我有时间先至翻嚟探你哋。通知门有，你哋一定要听我阿妈说话。佢话你哋几时可以走，你哋先可以走，千祈唔好心急啊！小心啊吓！讲下故事，讲下历史，唱下歌仔，等你快啲养翻好个伤，上战场赶走啲日本仔。好啊，国妈，不如你而家唱首歌俾我哋听啦。系啊系啊，哎呀，我咁嘅豆沙喉，唱歌边度好听噶？教你哋识字就冇所谓，唱歌就要揾。Thank you.
头啊，唔知道系咪泥扫荡啊？离开咗后街仲有枪有炮噶，听讲系佐藤黎带队啦，而家嘅的就快到大堂啊！你哋立刻都准备妥当。云长，你带领乡亲立即转移伤员，子方。你抄小路上山，赶快报信。好，妈妈你呢？我唔使多谢，来千张路赶组的乡亲，他粮仓部队一片，只凭啊多剩啲排兵多啊多阵，凭啲转移为安。就犹豫何啫？若然招祸君，啊！菜菜菜，嘿，好嘅唔靓，丑嘅唔靓。诶，只贝贝，你学姐讲过，丑嘅唔靓，好嘅靓。唉，若果有乜冬瓜就和豆腐，点样同佢个死鬼老母讲？闻说得萝卜头响后街过紧嚟扫荡，哎呀，阿独门又未喺屋企。我六神都冇主张，三十六计就走为先，被之则吉字掂当字掂当，揾就匿下先啦。李老师，你去边啊？哇，睇落你啊！喂，你知唔知啲萝卜头过紧泥扫荡啊？知道。知道就得啦。嗱，你喺度等你阿妈翻嚟。我去那边看看有什么情况。哦，妈，等着，等着。老师，我边头，边头，边头。老师你边度啊？你边度啊？你快叫黎老师立即启程上山岗啊！快啲去。哎呀，黎老师出咗去啊！佢去咗边度啊？佢叫我喺度等住你，佢自己去村下睇下先。哎呀，佢一介书生去凑乜鬼嘢热闹呢？哎呀，显龙，你快啲跟蛇头爷爷上山，我去搵黎老师翻嚟。快啲吓！哎呀，石国妈，咁样佢哋会好牙烟噶噃。哎呀，蛇头爷爷啊！我速去速回，你哋把心啊！咁你小心啊！显龙，我哋走。走，再走我一枪打死你！快走！走！哎，我，哎，
Yours.其實你哋使乜走呢？皇軍係嚟為我哋建立大東亞共榮，佢哋好友善噶嘛。Yours。日本嘅帝国，你哋大嘅我，我哋多嘅我，你哋通嘅善良。我哋为你哋建立大东亚的共荣，要你哋伟大的支持。你哋支行的粮食在哪？粮食有没有统统征收？喂，皇军同你哋讲嘢，一个二个粒声不出，哑咗咩？你信唔信我一次刀撬开你棚牙啦？哎呀，你咪啱啱俾我穿口捉翻嚟嗰个？你讲粮食藏喺边？讲。太君要命！对待朋友不可以粗鲁，要有礼貌嘅。八路喺边？你讲。太君饶命啊！太君饶命啊！我你想饶命就快啲讲，唔系我就等你一枪。好，慢，唔可以开枪，子弹好贵嘅，我要叫人用刀将你割你一千嘅360刀，一直割到你开口冇一力。幸运系太君啊！我讲啊，太君，你嘅祖国梁文嘅大大啊！我想讲又唔知点样讲啊！其实我都唔知道啲粮食向边处藏。我胆胆小如鼠，又无力翻呢炕。若果我再讲唔出，恐怕系俾佢监生堂啊！无可奈何，唯有交出阿淑媛，等佢嚟讲。太君。其实我就乜都唔知道。不过我试下问我同乡啊。我一于你，你就
俾你做乡长噃。我嘿，死老母！你嗰个狗汉奸，你个死猪狼！哎呀呀，你死唔切啊！你过嚟，八嘎！你嘅敬酒唔饮，我好唔高兴。人嚟，机枪准备，统统都死啦死啦你！佢有咩事同我讲？太君，佢就系你做换我个铜枪啦。佢啲仔女全部系游击队嚟噶。哦，你叫做李淑媛？冇错，我就系李淑媛。呀，是梁文大大嘅，你系乜嘢人？我系一个有血性嘅中国人。呀是呀是，你嘅将你知道嘅讲出嚟，粮食嘅八路，淑媛师妹，哎呀好啊淑人，木青一墙，从头发靓仔咪咪再顶硬上衣食着。哎呀呀，你呢个偷婆娘啊啊！你个汉奸竟然敢啊嚣张，你卖国求荣誉呀，因此冤枉啊为你献功章，你理还我之后何办头？送我书卖东下好名闻啊百姓啊高扬，到处声啊高拉到处骂，你千岁错，千里万用，我恨不能亲手我将你地间生痛。八啊，将佢拉上去烧死佢！收真良，自己终于收。
显儿，显儿，真队长，真队长，哦，显儿唔听劝告，哦，私自下山啦，吓，而家点算啊？我哋知道啦，你先翻去啦。我要救国妈，我要为阿爷报仇。先翻嚟，我从命令。通知门啊！显儿分听指挥，神往啊讲，我的双眼太轻啊讲，听人高下陷阱，张开啊望，单枪匹马真定强强。若果有勇无谋，就会功亏一篑，含魔将。假话，石头同志，好，你就先下山到后街查明国妈囚禁嘅地方啊。是。曾队长，系想不到我父不仁，出卖国妈，万死娘！我要大义灭亲，恩情断，还请大家相信我。Yeah!
記得君生同志講過，只要有信心，日寇定滅亡。若要救中國，只有共產黨。Thank you.
来探你啦。天意。你含辛茹苦，饱经嘅沧桑，问你问情啊重。尽你尽教导，为我哋操劳，分那险，碎心马面。
为报家仇，我恨我要吸取教训，把责成方。有勇有谋，方可取胜。要听从指挥，莫逞强。你知不愁骂我，逃离魔掌，逃离魔掌。你带埋牵龙啊，月玉牵龙，阿妈死呀，也心安歇。唉，睇来呢热大祸临头。
我都要顶硬上啦嘛！嗰只萝卜头凶神恶煞，唔同你商量。若果阿叔换，仲系咁硬颈啦噃？我条命仔就冻过水，睇怕要食香啊！师妹，昨晚瞓得好唔好啊？条气仲系未顺呢。诶，子芳，乖女，你乜你哋你只半兔。你今为汉奸神枪狂出卖乡亲，良心丧，翻转猪肚是笨狼。志芳妹，你话个大义灭亲，为石头爷爷报仇，我同你一齐可还血赢账。父女亲情。问崔奸，杀姓方。你叫崔奸，亲要杀我报仇，你要杀亲生老豆。系，我系贪生怕死。不过你哋有冇谂过啊？鸡蛋碰石头嘅阴公，点碰得掂噶？你哋唔怕死啫，吓唔通要我同埋你一齐死咩？如果咁样，梗系死梗嘅，唔死梗系梗死嘅。好，既然系咁，够胆你就开枪啦！你啱，哎，快有人！哎呀，快啲走，快啲走！
佢啦，系佢啦，佢个仔带咗游击队嚟劫狱，俾我捉住，佢仲打咗我一枪。劫狱？系啊系啊，白佬，系你已经协助逃犯系咪？唔系，梗系你啦，唔系白刘军点识你啊？唔系啊，啊啊！你嘅快啲讲，好，我讲，你哋扶我起身，我先讲。Thank you.